的公義存到永遠，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照亮他，他沒有恩慈好憐恤恨公義，是人借貸於人，還公正處理自己是無敵人，他凡事都亨通，他永遠不會動搖，義人便永遠被記念，他不怕凶惡的信息，因他的心堅定地倚靠耶和華，他的心堅定，一點也不懼怕，總堅定人遭報，他慷慨施捨錢財，走濟貧窮，他必大有榮耀，他的角必被高舉，外人看見必然怒恨，便咬牙切齒笑罵，惡人所存心願。